首先开始前呢，我们来欢迎一下各位远道而来的嘉宾。在文学的滋养下呢，芸芸出不同的墨韵风采。我们以毛笔读文学呢，是由施小云老师以及多位的嘉宾共同分享写力的课程，带领我们学员呢赏析历届的书法名家作品，了解朝代历史，还有作者的生平跟文化背景。那主题呢涵盖了许多书法的美的故事，分为书法史、诗经跟碑帖三个大主轴。 那我们从2020年开始，至今已经累积了12个主题，145堂课当中呢，历届学员们共同在课程中精进了书法，才成就了今天这场精彩时光的联合展览。那期间呢，我们这个期间呢，其实历经了 COVID-19 的疫情的影响，书画圈呢其实受挫也很严重，大家都知道。那我们首度以线上课程的方式来进行。 挺过这个疫情的艰困，那也在防疫的这个警戒时期，大家都不能出门的时候呢，我们试出了这样子大家可以线上进修的机会，可以超越时间与空间的限制，让我们偏远地区或者是未处在中南部或者是海外的同好们，都可以一同参与这一次的课程。所以呢，为书法的一个宣扬呢，还有人心的一个安定呢，都尽了一份心力。 那我们2年前的约定呢，就定下了这个书法领域指标性的空间。在这样的热门场域，终于圆满了今天这个展览。今天呢，对我们来说，就像一场彩彩同学会，那也像网友见面会。对，因为大家都在线上，那其实很多学员我们都没有真的见过本人，长时间大家彼此见面了解之后，才发现其实我们其中许多的学员呢，都真的个个是卧虎藏龙，都有非常深厚的专长跟实力。 对这些前辈们都非常厉害，就是大家可以借这个机会跟大家互相交流。那如此殊胜的场合呢，我们就要邀请几位贵宾，成为我们致辞。目前刚接任台中市的佛教会理事长大飞大和尚，跟我们上台说几句话，谢谢您。谢谢美凤，谢谢。我们施小云老师，还有潘慧敏理事长。 还有很多的大师们，潘佩君老师、严瑞芬老师啊，我们的林飞满老师，大家好，阿弥陀佛。那这次呢，因为我觉得应该是缘起于2020年这个疫情的时候呢，那因为大家呢这个在云端上面相会，那么施小云老师呢特别为大家开了这个以毛笔。 读文学，那透过这个文学呢，让大家理解这个书法它怎么透过文学的这个题材来给它推广。那么相对的，除了视觉上的艺术以外，希望大家能够透过读文学，那对于这个文学的造诣能够更深入。那我们佛教呢，也有很多大师是用书法来弘法的。 我们知道近代的有弘一大师，那么清明大师更不用讲啊，清明大师的影子也在这个世界上，尤其是两岸这样在弘传啊，透过这个书法来弘扬佛法。那文学呢，我相信也跟佛法一样，离不开我们的生活。那我们生活呢，怎么样过得更有意义？那怎么样透过我们？ 对于生命的理解，来将我们自己的体会来利益补全啊。所以今天很殊胜的因缘，当然我们的施小云老师他的这个智慧如海哦，他的这个课程呢，我有特别在网络上看哦。那老师深入浅出，而且呢说故事非常动听。那另外的飞满老师他的话，还有他的字，都非常。
房哦，像这铁马秋风，所以呢，我很开心，跟我们的艺术家们有这样的善缘。那还有潘慧敏老师，昨天呢，我也去欣赏他的摄影展啊，这个不丹的无尽藏。那大家有因缘呢，也应该去看一看哦。我们潘理事长那才华真的是了不起哦。还有，我也要感谢我们连瑞芬老师跟连胜燕大师哈，他呢也对我们广修禅寺呢这个青莲的弘法，还有我们的佛诞节呢，很多的我们现场有很多的艺术家都很大力的支持我们，在这里一定的感谢。那也预祝我们的这个活动圆满成功啊，祝福大家身体健康，万事如意。接着呢，我们邀请中国文化大学推广教育部的艺术中心艺术总监潘慧敏老师，我们说几句话。到哦，这位是，相信在场的大家很多人都是他的 VIP， 都是他的常客。我们邀请会疯狂的老板洪能士老师，他就来跟我们说实话。那我想，其实在台湾，尤其在台北，可以说是金钟外学习书法最好的环境，应该是说最好的环境。你就光一展览来讲啊，我们这附近。生产现在生产南风是后面是薛老师的门下跟很多科的很好在那在有生产之前还有个不创始书法艺术基金会，现在是傅生老师提拔展的第二档，昨天开始。那第一档是展画的提拔，很精彩，那个大概都是傅教授85岁的时候的题吧，那题吧，他在欧美看过那么多字画，但是一直被绑手绑脚，那对于题吧，那刘创慈基金会这个俄国庆先生呢，跟他说你随你要提什么就提什么，对，他提得很高兴，而且人书俱到，想写什么就。随心所欲，所以接下来有点像云天主上的话，就是风寒话，那是陈大人天真的作品。所以我们不但是看古画古字，再看傅老师的题拔，非常有意思。比如说其中有一件是南居易画的山水，那这个南居易是什么人？大概在1624年的时候，荷兰人去攻打蒙古，他们想为了要和东方贸易去攻打蒙古，结果南居易打败荷兰人，那明朝呢，指引荷兰人呢、来到另外一个地方，那个地方那时候还不算中国版之内，那个地方叫大。所以1624这个南居易打败荷兰人之后啊，明朝来这就唐人就建成了400年的原型，是这样。所以我们从看那个展览，学到很多的东西。那
昨天开始那打过 M 级分，那个是说谎方面的，这是杜老师提说谎方面的。那我想应该做很清楚，做很清楚。就离我们这里都几百步而已。那我可能要去参加大运，和运动一段不能发现，那也挺近，大家有空都可以去看。那这个。后离这边，我觉得大安区啊，就是全台湾夜晚风景最好。那你在那个济州安呢，张梦基先生和一些书画前辈的交往的一些书信，我不会去看，缅怀他的书了。那张梦基可能是当代的诗，古典诗方面。非常杰出的一位诗人，他当初跟李渔叔啊，我看的那个书我吓一跳，李渔叔批他的诗，更感叹的诗，曾对他的诗提供什么意见，好比公公怎么着，公公怎么着，他大家有空的话去济州安看一下，没空的话我们都可以翻一下，像张梦基这样的。顶得不多，因为总是不定时，很快就要说稳定的结果，名气也很大，那实力也很好。那个济州安在同安县，离这里都不远。那在你在故宫的话，那更加特别好。经常在图文中国这个几千年的古都，总共有接近700000间，那门票也特别便宜。我刚刚讲的从。比如说从汇丰堂创始有生到济州安大运，这些通通不要门票，通通不要门票，可能像不创始的话还免费导览，导览的话比如说吴国豪导览、王宗喜导览，都是护身教头的学生。护身老子来台湾呢，受益最多的就是我，因为和创始的东西都请护身老师过目见底。那个吴国豪经常去这个新店护身老师家里，所以几乎就是一对一的家教，他受益最多。王崇禧这个台大医研所的老师，导览都是非常有水准，而且免费提供。和创始。像这个创始人办活动，零收费的方式，我觉得他对台湾的艺术界贡献很大，那大家要好好利用，尤其是礼拜六，那礼拜六原来没有开放，我现在已经不能开放，所以我们有责任帮他把礼拜六场次弄得热闹，希望大家多多去看，然后再下去一点，这个台大。他们也有个美术馆，现在展的是袁守谦跟他当代的一些好朋友来往一些作品，那个也值得看。但是他们的馆长叫卢慧文，我看华汉今天办的一个好会，卢慧文公司明天上难得花点东西，这些才让艺人所见。那昨天我看典藏的锦绣之是锦绣片场在 PV 故宫美术馆，那门票很瘦，都太高了，1200块，但是它有3000平，那企业有企业的考虑，我是没有去看过，还不知道。那我刚讲的那些在汇丰堂这附近在带这几个展览场都是。都还有人口的导览，所以我觉得在台湾学书真是幸福，真是幸福。但是能够像恩师小明老师这样的博学、书法又写得好的教授来学，那当然是非常难得的机会。至少是跟这个去两
教授，我们希望那薛老师跟上一辈子源远流长，所以施老师和薛老师的真诚，可以教大家东西的非常不错，让大家也非常幸运。那今天我更感谢大家带来这么好的成长，我还没全部看完，大家再仔细拜关。那也谢谢大家，希望大家有收获。孔老板提供非常丰富的展览跟一些活动资讯，就是像那个大补帖一样，那大家有空的时候可以就是。去刚刚老师老板提到的这些地方参观参观。紧接着呢，我们邀请到我们这堂书法文学课的灵魂人物施小元老师来为我们说几句话。主持人大奎老师、潘老师、洪董、李老师，还有在座的亲朋好友，以及我们今天参展的同伴，大家午安。午安。谢谢。说是我指导，我真的真的不是客气，我不敢的。那之所以会有这样的一个构思哦，是因为在我个人的心灵里头，一个天平，这边是文学，这边是书法，到底哪一个比较重，我称不出来。两个对我来讲都是很重要的滋养，但是我常常觉得我们在书法界，大家在锻炼你的书法技术的时候，往往只重视那个视觉的艺术，线条的锻炼，布局的方法，但是对于这个文字载体，它所承载的文化内涵，其实很多人是不太重视的。因为如果书法，好，我们书法界书法领域有两种高等学院的科系来领导，一个是中文系，一个是美术系。现在谁是主流？美术系是主流。好，所以越来越重视那个视觉的东西，但是它的内涵呢，好像中文系快要被边缘化了。我是感觉到这个危机哦，所以我一直很想让我们书法界的朋友也开始重视它的内涵。当然我不敢说你今天读了几首诗，读了一部文学史，你的书法能够提升多少的这个境界，不敢说，它是没有办法量化的。但是你书读得多，对于你书写的那个境界，你的感受一定是不一样。譬如说我们这个班的班长飞满老师，那我在讲到《诗经》讲到乐府诗的时候那边有一个扬州江陵3300里，我现在走了1300里，还差2000里。他讲到这首诗的时候，他好感动，感动的快要掉眼泪。然后呢，脑子马上浮现一个画面，一个人跋山涉水的走走走走走走的好远，所以他那件作品，那么小小的一件作品就出来了。那个东西是源于对文学的感动。所以在我的课程里头呢，我所能够给各位学员的这个帮助呢，只在于让你认识一下你所写的东西背后的内涵。那至于这个书法的技术，对不起，这些都不是我指导的，都是大家自我发挥，每个人写的都比我好，所以把我的摆在这个正中间，我实在是有点不好意思，被他们强迫的，你的一定要放这里，好吧，勉为其难。其实你看看段廷安老师的、林飞满老师的、陈立文老师的，还有我们南部特别有名的卢彩霞老师，从南部来，来，卢彩霞老师跟大家挥挥手。他的学生得奖跟吃半颗水一样那真是名师还有很多连瑞芬老师徐楚林老师还有我一下唱名来不及，陈素贞老师蔡碧云老师很多老师写的都比我好所以这个书法是各自登山各自努力。那我能够给各位的贡献呢，就是
从中让你认识一下这个内涵。那我想我一个人是不足的啦，所以呢在我的课堂中我就邀请了一些学有所专名师来帮我们穿插演讲。比如说我请过故宫的资深导览啊，有好几位，还请过戏曲专家。我在讲元曲的时候请一个戏曲专家来教我们戏曲方面的知识，还教我们几个动作，你我他，男生的你我他啊，女生的你呢永远是握拳啊，握拳你我他好的，好有趣啊。所以我们读元曲的时候就感觉那里面的戏哦都活化了。那当然我最重要要介绍的啊，我在这课堂当中还请了一位学有所专，真是博学不得了。很久以前，我不知道稍有年纪的人啊哈，你会有印象，你没印象表示你很年轻，也值得高兴啊。那就是华氏曾经有一个放眼，是不是啊？放眼看天下，对不对？我有没有讲错？放眼看天下，那个节目的制作人是我的同学，那他呢走遍全世界，然后看到世界的各地的黄金，他就写了一本书《黄金天下》。嘿，那他收集了青花瓷，每一个青花瓷他都能够写出一本书一个故事。看到那个唐卡哦，他也可以想象出一个唐卡的一个冒险故事，写出一本小说，真是太博学了。我从他身上学到很多很多东西，我就请他来跟我们班里的学员分享了好几堂课，那青花瓷啦、易经啦，还有他的一个旅游天下的一个经历啊，就是人生何如游于易，在我们的玻璃柜里头有介绍到啊。那我今天特别请他来到现场，也跟我们现场的朋友做一点分享，好吗？好，李念珠老师。这个视角你实在是抓猜了。各位大家好，我叫李念珠啊。刚刚讲我是放眼看天下的这个制作人啊，不敢当执行制作啊，制作人像我位阶比较高啊。执行制作呢，就是出去跑来跑去、拍来拍去吧。这个我在华视待了很久，但是基本上呢退休以后呢我就在做我自己的事情，其实我跟这个书法没什么关系啊，也不太懂书法。然后这个我今天在这边讲几句话呢，是站在我是施博士的同学的立场啊，他是博士，我是硕士啊，比他差一届的，所以很困难。不过也就讲一讲。他刚刚讲到这个人生何如游于易，我就想到这个，上个月我去那个，这个月，上个月去这个绍兴啊，绍兴他们当地的这个请我去绍兴讲这个文创方面的事情。那我就发现了，我们现在把文创搞网络了，就是我们把故宫的一个翠玉白菜变成了一个塑胶的钥匙链，然后卖了一堆钱，这叫文创。但是反映的角度来讲，我们也把那个把这个故宫的这个翠玉白菜也变成一个塑胶的东西了。所以我看到各位写的这么多的这个书法的作品在这里了，这个是我在那边跟他们分享，所谓文创要先有文后有创，要这里才是真正重要而且值得我们继续大力推广。古人讲这个字奇人，在我的感觉上，虽然不懂书法，但是刚刚施老师说他在文学跟书法之间找不到一个平衡的地方，在我的感觉，文学嘛跟古人对话，书法嘛跟自己对话。一个作品要写到什么样的程度啊，你感到满意，是你自己知道。别人的眼光呢，那是仅供参考。我虽然不会写书法，但是我这一生当中也有一段时间书法写得很好。在我当兵的时候，我
当海军陆战队我在云观啊，我有一个自己的寝室啊，所以我不是一个人住，然后啊那个时候这个就失恋了，失恋了以后就放假的话，我就关在寝室里面写什么东西，我就临那个宋徽宗的那个千字文啊，写他的那个瘦金体。我跟各位报告，我觉得我那个瘦金体写的是一字一写泪，写的真好。可是，那我退伍了以后呢，我这个心情已经过去了，我就到美国去了。到了美国去以后，那写 ABC 啊，我还跟各位报告，我那个 ABC 的板书写得不错啊。有一次在台大去上课的时候，当学生啊，老师要学生们上台写板书，其他写的都被老师骂，只有我写的那个板书，老师说哦叫他写了。所以这是我对书法唯一能够拿得出手。我记得这个古人讲啊，君子志于道，居于德，依于仁，游于义啊。这个志于道我没有，居于德看不上，依于仁不知在哪里，游于义，我发现各位都做到，我呢没做到，所以我在这里讲啊是非常的汗颜啊。那刚刚洪老板讲到这个1624年的南巡啊，这个我知道。这个呢是福建的巡抚啊，他把这个荷兰人打了一仗，所以当时还有一个人叫做沈有容，在1604年，20年前，他就在那里啊，把荷兰人赶走，赶走了以后呢，现在在澎湖的天后宫有一块碑，叫沈有容这个驱逐这个荷兰的红毛营的这个碑，在这个。我在这里特别提这件事情，也是说穿了也是文创，因为我写了一本小说，但今年再不久就要发表。各位如果看到有一个小说是讲那个青蛙的小说的话，那就是我写的啊。到时候呢，各位请各位多多的捧场，谢谢各位，祝各位那个展出成功，字字珠玑啊，龙飞凤舞，谢谢。谢谢练祖兄给我们这么多的好的资讯，好的鼓励，美言多多啊！那我想我们所有的学员，我们学员很多都是名书法家哦。那听我在那个网络上，操短哦，在这胡说八道哦，也许你会有不同的感受，也许你会不以为然哦。那但是不以为然，你还是持续报名了我们的课哦。那我想你一定你会持续报名，你一定是有所感。那我觉得我们这个群里头哦，我很感动的，最好学的是来自最远的高雄。我刚说他的学生，这个得奖如吃饭喝水一样。但有一次他还说，施老师。你可不可以讲《古文观止》给我们听啊？哦，他什么都想听，胃口很好啊，年过古稀还这么有学习精神，真是不容易。我们是不是请他来讲讲吧？彩霞老师，彩霞老师在哪里？彩霞老师来跟我们聊几句啊，因为远道而来哦，真的是不简单，一直跟我摇手讲几句啦，让大家见一见面好不好？亮亮相就好啊。彩霞老师盛装而来啊，然后笑容可掬的，现在纤纤走来啊，我欢迎各位先进，各位书家大家好，还是斗六平定县斗六市镇西国小退休的，在111年的时候，我们这边有李美兰老师，好，家有李美老师，也刚好在国务纪念馆。那时候跟到小人教授，他就也说现在有一个盲语同学的那个群组，看我能不能参加，那很高兴，因为10到30年了，把所有课程以前师专所学的课程全部抛弃掉，那现在等一下回来复习，老师是有一个很好的教学，他把所有的教材就是同样的教材集中起来，
分类分门别类，让我们在看的时候容易记，然后从里面截取我们比较喜欢的词句来做一个发挥，像那件吃的锅吃的穿的那个会苍苍也天苍苍也茫茫啊，这一句话我们就很熟练，看到这个句子我喜欢就用大壮的方法来书写。那另外一件那个谢灵运的王子赞哈，那个我是您五十四首里面的一首，用草书的方法来写，这都得自于小林教授的那个指导，才有今天的经过两年的洗礼，接着说真的进步太多了，谢谢老师。我请彩霞老师上来是要介绍你自己的，不是来给我分的哦。谢谢你了啊。那个前几年啊，彩霞老师在国父纪念馆个展的时候，哇，那个人马杂沓，摩肩接踵啊，观众之多，中部的很多名家，高雄的很多名家都上来了，真是让我们大开眼界啊。好，那我再请两位我们群内的名家啊来做分享，来，连瑞芬老师，连瑞芬老师，连瑞芬老师是那个连董的女公子，连董的贺词在我们后面一进门的墙上那张长的哈，很感谢。来，先说我不是名家，我是书法的学习者跟爱好者，各位法师共同成长，特别是各位其他书法的同好，大家好。好，我可以说是小云老师的线上课程代表，因为我基本上都是上线上课程的，因为那时候呢。老师在开课的时候，我正忙着请非常长的在中山的这个邀请个展，之后又是一种书法的护理展，非常多的行政事务，我实际上其实很有限，所以呢都是用回看这个课程的方式呢来吸收这些点子，所以我的这个作品放在后面的小品区呢，有几件小品，然后呢很开心这一次跟大家一起同学会来这个参与。那我觉得这个上小老师课呢，对我来说有两个很重要的意义，就是他的课程的丰富性，因为我觉得小老师对那个课程主题的那个设计非常棒啊，他不仅有那个琵琶诗，有那个南北戏曲，还甚至有古典的那个诗经部分我没上到，但是我上到西洋的这个也是包括莎士比亚啊、拜伦词期的一些经典的一些这个词，然后还有新诗，所以对我来说呢，其实是通过这个方式呢，去吸收更多元的一些可以书写的题材，因为从戏剧当中呢，一些唱词呢，你会感觉到这个文字跟这个旋律的一个节奏的一个音乐感觉，另外在新诗里面有一些诗经的一个意象，可以让我们有许多不同的启发，那这个是它的那个丰富性跟多元性。所以我在忙碌的时候还是要跟着小老师，最主要就是他是一个很好帮我整理，那已经有那个小老师透过那么丰富的一个吸收呢，整理了一些讲义，那我们就是可以把这些讲义收纳起来，之后呢慢慢的咀嚼我们的这个想法，对我们来说都是一个很好在书法创作当中的题材。那刚刚小老师也说的很好，其实书法跟文学其实是非常重要的一个合体，一直强调的传统书法的内涵，文学性是其中一个不可磨灭的一个项目。那道义法师也在现场，就是我们感受到我就想到成佛就是名词呢，它就两个字，但是成法当动词的时候，其实有很多的层次，很多的日课要进行。那对于一个想成为书法家或书法爱好者，希望自己的文学作品能够呈现出来的时候，也要很多的一些内心的点滴的一个耕耘跟积累。那我觉得能够很日常的在你的生活当中有一个课程跟随着，那我觉得最起码来说是对自己将来可以长出的花朵，最起码有用心在浇灌的过程当中，它的未来就是可以期待的。这是我在课程当中想象的理想，谢谢。谢谢瑞芬老师啊。对，这个有时候我们要写一个好的作品，要有一个真实的感动，
而不只是技术的呈现啊。那关于这方面的题目，我觉得我们学员中有，不是学员啊，我们彩彩的朋友中有很多人都有不同的面向。我们再邀请一位跟我们大部分的书法人是同领域的耕耘者啊，他是我们南部一个很大的商业集团义大集团的文创总经理啊，魏祖魏立慧来跟我们做分享啊，魏立慧请。他也是我们标草的理事。我是很心虚，因为我很感谢我的恩师。Hello， 各位贵宾，我就不一一唱名。那因为我想，我在最短时间内，我要跟老师报告，我在这个书法的这个艺术里面获得多少。我应该是里面统筹位最重的一个人。我背景我自己是学服装设计，那可是后来在毕业没多久，我就从事品牌时尚品牌经理，做了前阵子我统计了一下29年。那过我们小时候，我小时候曾经学过一小段书法，那后来就都没有时间在做这个艺术。然后我在国外很多时间，我一直心心念念想要做，然后终于回到台湾，然后跟施老师学习。那如果谈到这个课程，我觉得上了这个课，让我在写书法的时候，我的感觉更深厚。除了自己本身在书一个进步，求这个进步以外，我举两个例子好了。第一个就是我有一个小小作品在这里，是竹林。那其实我们谈到宋徽宗，只要学过中国历史的都知道宋徽宗他是什么样的个性，什么样的他的一生的经历是怎么样。但我在看他的字的时候，这个瘦金体，第一个我肯定是学不来，第二个呢，我觉得我看到那个后面的那个字哦，其实他写的是一个蛮有直接的，抱结圆舞心，凌云如有意，急急空山中。临此君子志，其实是一个有理想、有志气的一段文章。那对我来解释，我就不会把它呈现成这个瘦金体，我就觉得它是一个很自在、很有信心的一个呈现方式，所以我把它改了一下。那我觉得是因为上了老师的课，所以我用我自己的心去体会有前辈讲的我们跟古人对话，但是回到现在，我如何在这个艺术跟我自己对话，这是我第一个收获。那当然其他我还有另外一个作品，然后那个想法更多了，我就不浪费大家时间，我想都有很多收获。那另外一个跟现实结合的，就是我最近，今天是我弟弟的小孩子明月之喜，然后他的名字叫星辰，星空啊，星辰。那我弟弟其实去美国20几年，他已经变成一个美国人，他对于这些字啊什么没什么感觉了。那后来我今天要帮他做明月，我就写了两段字给他。我想要给他所有一切。你想想看，他娶星辰，这个爸爸应该对儿子的期望是很高远的，所以我想要给他很多，所以我就想，我们一定要福禄寿喜，对不对？就给他买江海。那又说下联呢？下联怎么办呢？我就想说吊星辰，灿烂明亮的星辰，就是他的事业会很宏伟。然后当然就上面是锦绣，然后中间两个字我就不知道怎么接了，后来就赶快请教老师，老师就说文章，就锦绣文章要星辰。我把这个字我写了，赶紧写了，然后就刚好看到那个陈胜腾老师刚发表的印章，叫做大放异彩，我赶紧收了这个章，然后就完成了一个作品。然后我拍照给我弟弟，今天晚上我弟弟好感动，他突然从一个美国人又变成华人了，就是所以这个代表，就是当我们对内容不相干、不了解的时候，它就是一个形式艺术，它就不干我的事。
可是当你进去里面的时候，你有感动，你记住他，你想拥有他，你在他的意境里面。这就是我在书法跟文学交叉之后我得到的很多很多。我再一次谢谢老师，然后也恭喜大家，我们一起在这里玩，谢谢。